拿到了，咋就好吃的？咋就好了？有人喂的吧？像？啊，街上还有卖。我看有街上有卖的，或是人工喂。有些是不是这个花生还没长大？啊，可是比较大那种，你捏到不要了。我们这里都是修的呀，现在我们没菜。这个里头没泥巴了，好的，我们回去了，还不要来装油，还在整那个叶子那Thank you.
所以我们刚才难怪老人问。